今次比賽的目的呢，是想透過協作和具競爭性的學習方法，向香港業界和大專學界推廣 BIM 的技術。你們必定能夠可以充分掌握 BIM 的技術，在未來職場上面成為 BIM 的橋楚，為香港 BIM 的發展寫下更光輝燦爛新的一頁。靠這個 tool 去 skip 過了一個平面畫 CAD 的階段，我們就直接可以看到一個 3D 的成品。今次的比賽不單止是一個和其他大專院校一起去較量、一起互相學習的機會，更加 CIC 提供了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，例如他給了一些 training course 和一些 mentorship support。